位长辈们，我是金慧，我目前还在武汉汉口这个疫区，我向大家汇报一下，目前我们整个湖北甚至全国疫情情况。现在已经有9万多人次，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？就是一个人传染之后，如果说他没有被有效的隔离的话，或者说进行有效的治疗的话，他会传染到他身边的14个人，那么这个基数就很大了。现在正值春节假期之际，天南地北的亲戚朋友子女都往家里赶，都是为了合家团圆，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。现在情况特殊，我希望大家不要出门，不要聚会，不要聚餐，春节年节有，不要人群。